现在要介绍给大家两个沙坪的好地方，第一个呢是 Naha Main Place， 第二个是永旺梦乐城。Naha Main Place 是那霸市的新都新区域里面最大的一家购物商场，一楼有餐厅、服饰、药妆、美妆、超市、电器、杂货，二楼有服饰、鞋子、精品和美食街，还有电影院哦。这是一家好吃又好逛的 shopping mall， 千万不要错过哦。我们现在去逛逛大家最喜欢的超市吧。咖喱的选择有超多的，超市里的伴手礼区的品项也是非常的多。啤酒冰柜满满的，好长一条哦。永旺梦乐城从那霸市搭公车大约是800日币，一个小时左右。如果搭计程车大约是4000日币，半个小时。永旺梦乐城很大，每个楼层都有美食街，慢慢的逛，好好的吃，可以玩一整天哦。